好，昨天北京的 MV 跑出来了，做好了，还是有很多地方要改的，就是脸太臃肿了，北京零下二十度太冷了，表情面目狰狞，所以很多画面我不满意。然后还有一些音乐跟 MV 没有配上的冲击感，像上次那个白手起家那个 Benny 他就很厉害，他剪接哈就加了很多特效。你在看到一个特效的时候，你在听到音乐蹦动，然后他可能就切两个画面动动。幕府小老弟，强的日子真的不够，除了努力才能谈到想要的生活，不择手段拿到手，低调到怕被抓走，全部一切从头到尾不停的哈手，还要趴着蹦蹦。法国回来以后就忙员工啦，忙公司啦。就忙到今天，已经偷懒两个月没做歌了。昨天又做好一首歌，超派超哥打人以后有灵感的，就叫做奥克。今天又看到新闻那个 Steven 的店员哈，他说什么二十块就当老大嘛，客户把我当作是你家的狗、你家的佣人一样，你来这边花个二十块可以来当大爷，这就是台湾的福利，这是台湾的超商。那我们听一下哈，我就直接套进去给你们看。保时捷的音响真的很好，音色六七来 ，OK OK， 被你砸空的物件，我就是领导杯。之类的，很多时候也都是一些新闻的那个啦，很的灵感啊、想法，随便就写成一首歌了。然后接下来还要再做一首情歌，也同时在做。有这一首是搞笑的，奥克，然后下一首是情歌，对，也现在就要开始做了，就是我自己作词作曲啊。都不再虚假，靠自己不靠爸，靠自己不靠，靠自己不靠，靠自己不靠爸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每个幕府小老弟。强的日子真的过够，除了努力才能谈到想要的生活，不择手段拿到手，低调到怕被抓走，全部一切从头到尾不。